欢迎来到现场，继续关心着来自民雄乡的消息。这是在教师节的前夕，合一工商培养学生感恩的心，想要举办着敬师活动，由各科系学生展现着魅力所学，回馈老师，像列宁制作餐点、修理家电和汽车美容等，甚至着连马克杯的贴图刻字化，这是场面相当温馨佮趣味。一早来到合一工商，就看到各科学生尽展功夫，包括着美容科学生替老师列宁，餐饮科准备养生蔬果饮食，电子科负责着修理家电，汽车科负责着汽车美容，多媒体是负责着替老师制作刻字化的马克杯，不对，是要表达对老师的敬意。这种作品就是让老师很实用，然后又有一点纪念性这样子，有个值得他值得纪念的东西做，而且可以在日常生活上每天都可以用得到。合一工商校长郭秋实表示，社会最近有青少年杀警察、有青少年杀女朋友的事件发生，但社会另一边看到是学生的感恩，在学生选择用专长回馈老师，这个老师感受是特别深。所以，身为老师要得到学生的敬重，我觉得他的专业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我想在今天的活动当中，我们看到老师的意义跟价值。那所以尽管有很多的我们原来的尊师重道可能意义有一些改变，但是我觉得不变的是对学生的付出，然后学生因为老师的付出而感动跟成长，我想这样的价值是永远不会改变。在活动在师生共同策划之下开办，包括着教师节卡片制作和红茶仪式等一系列的活动，希望借由着活动让学生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，也凝聚着师生的情谊。新闻客户洪明雄采访报道。